Headquartered in New Zealand, Fonterra Cooperative Group is a global dairy nutrition company. We are committed to sharing the essence of dairy nutrition with the world through consumer brands, food service, ingredient supply, and processing services. As it is well know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hinese market is going through constant upgrades, with its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booming. To seize opportunities for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ransform our channel network. This requires us to leverage a sound logistics system, together with our trusted partner, integrate supply chain resource, and streamline supply processes to provide customers and consumers convenient and fast experiences. 建发食品供应链运营经验。建发食品供应链成为了恒天然战略合作伙伴，通过供应链全程运营服务，帮助恒天然实现从进口端到消费端高效安全的产品交付。通路变革意味着用服务更直接触达客户。面对数量庞大且分散在各县城市的终端用户，我们依托于全国的冷链物流网络资源， 根据用户分布，朱莉恒天然在项目核心口岸建立冷链物流中心与客服体系，提供进口端物咨询、仓备运作规划等服务，整合冷链物流资源，实现及时交付。敏捷的物流资源协调力有助于快速应对市场变化。2020年2月，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出库量造成巨大冲击。通过数据测算，我们敏锐地发现报仓风险， 迅速启动应急反应机制，在10天内完成资源调配、信息系统对接等多项准备工作，将货物及时转入备用库，确保品质安全的同时，更为客户节约了高额的港区滞留费用。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方面，恒天然也从来不松懈。在供应链方面，我们和建发食品供应链一起， 严格管控每一个产品流通环节，保障产品质始终如一。同时，我们依托建发食品供应链协助搭建的食品追溯信息平台，为恒天然进入市场的产品质量保驾护航。庞大体量的供应链运作需要专业高效的信息、金融、商务服务提供运营保障。我们为恒天然定制供应链管理与交付信息系统， 通过订单、库存等数据实时交互，实现销售与运营流程智能化管理。为提升全链路交易效率、降低库存风险，我们协助对库存进行动态管理，并为供需双方优化结算方案，支撑生意规模的持续增长。恒天然和建发食品供应链合作4年来，通路变革战略取得良好成效。 我们专业餐饮服务渠道覆盖的城市不断增多，已经下沉覆盖全国350个城市、40多万家餐饮门店。电子订单项目上线大幅提升的采购效率，帮助我们的下游客户能按需订货、及时到货，更加专注于业务健康专业的发展。建发食品供应链始终坚守服务增值理念，集行业经验 以商业洞察力，从需求出发，以客户共同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模式延伸迭代。未来，我们还将通过 LIFT 供应链运营服务，与更多食品企业一起携手建设共享共赢的食品供应链生态圈，创造更深远的行业价值。 中国是造纸和用纸大国，作为全球浆纸业的头部企业，金光纸业致力推动中国浆纸产业升级发展，用优质纸品满足人们对印刷、包装、绿色、环保等全方位的用纸生活需求。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中国浆纸业已进入强强融合的市场格局，竞争日益激烈。我们选择渠道下沉，精耕市场，
运用数字化管理来实现业务增值。然而，职业市场渠道层级多，客户结构复杂，因此我们需要与行业内优秀的合作伙伴通力合作，共同提升渠道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业务规模与盈利水平的不断突破。基于多年的深度合作经验，建发职业深刻洞察金光职业销售战略转型的需求，对服务模式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在存量竞争格局下，渠道深耕的首要工作是以数据为导向，建立下游客户分级分类体制，匹配营销方案。我们以20多年来积累的行业运营数据为基础，从运营能力、履约能力、市场竞争力等多维度进行分析，为金光职业构建5级客户管理模型，将资源向信用良好、发展稳健、成长潜力更大的下游客户倾斜，通过定制化的服务为金光职业实现价值最大化。采用分层级管控模式，根据下游客户情况相应调整交易模式，帮助金光职业有效降低赊销风险和逾期比率。物流服务是供应链运营的重要保障，直接决定了订单交付效率。在全国10多个区域自管仓的基础上，建发职业从30多个城市和地区甄选出一批仓储、分切和物流配送服务能力优秀的合作伙伴，发挥网络化优势，提供优质的物流服务，帮助我们提升了订单响应速度，缩短交货周期，增加下游客户粘性，实现销量稳定增长。凭借在供应链领域持续积累的资源力、人才力与风控力，我们不断精进服务，为金光职业挖掘供应链运营环节潜在的增值机会。密集分布的销售网络、多品种多品牌经营的销售带动能力，以及跨区域共享的渠道管理与服务经验，我们具有更高的人均销售效率，能将大规模的分销任务迅速化整为零，在市场中快速消化。建发职业的服务让我们看到供应链运营环节巨大的增值潜力。依托丰富的供应链大数据，建发职业不断健全客户细分机制，帮助我们解决了下游众多小散客户的信用评估难题，进一步提升了风控水平。渠道精细化管理服务降低了部分地区的销售费用，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更是大大提高了下游客户的满意度，促进金光职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攀升。建发职业始终坚持放弃博弈、资源共享的理念，用公开透明的供应链运营服务吸引更多的伙伴和我们达成战略合作。在类似的服务理念的指引下，我们还将不断提升市场开拓能力，优化客户管理方案，不断挖掘供应链每个环节的增值可能，让更多的企业体验到类似的供应链服务带来的增值。马来西亚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重要的合作伙伴。联合钢铁项目是中马两国跨境产能合作的标杆，不仅填补了马来西亚全流程钢铁产业的空白，更为东南亚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重要资源。作为扬帆出海的中资钢厂，联钢项目投资体量大，产能配置高，投产后需要快速实现高销售额。然而，钢铁国际贸易流程复杂，市场瞬息万变，在与贸易商、下游中小客户交易过程中，我们经常面临价格、汇率与履约等风险。综合考量运营投入产出比后，我们决定寻找一家高度专业且经验丰富的供应链运营商，帮助我们快速打开市场，达成销售目标。昌富力多年耕耘钢铁行业，凭借丰富的跨境供应链运营经验和专业的服务团队，我们成为联钢的战略合作伙伴，为其量身定制跨境钢材销售解决方案。对于出海的中资钢厂，高销售目标背后是达产满产的压力，
掌握真实的市场需求，对促进产销联动十分重要。依托全球布局的网络优势，我们充分整合渠道资源，动态分析全球市场供需状况，协助联钢收集订单，反向制定生产和发货计划，实现以销定产。在分析市场的过程中，我们依据需求类型对下游客户进行分级分类，通过差异化定价帮助联钢实现收益最大化。商业决策需要大量的市场信息作为依据，我们与昌富力组建联合团队，对库存、价格、政策、客户需求等各类信息进行调研，制定价格与运营策略，引导货物流向需求量更大的国家和地区。凭借高效的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昌富力能敏锐把握并及时应对国际市场变化，曾在2019年帮助我们的下游客户成功规避反倾销风险，保障该笔10,000吨线材订单的顺利履约。货畅其流通四海，我们充分发挥跨境物流管理能力，动态调拨库存，规划高效的运输方案，帮助联钢提高全球订单的交付效率。针对境外业务产生的金融需求，依托建发股份的国际化平台优势，我们整合多种金融工具，帮助联钢节约近50%的跨境融资成本，降低收汇风险和汇率风险，提高运营资金使用效率，创造商品流通收益之外的金融增值。昌富力的服务帮助我们实现了快速稳定的库存去化，双方每月合作销售10,000吨以上的货物，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非洲、欧洲等国家，通过库存周转回笼的资金总量达4亿元人民币。项目投产短短1年内，我们已成为东盟市场排名前列的线材出口商。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让我们看到了昌富力外销机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它不仅解决了我们业务跨境运作的后顾之忧，更帮助我们拓展全球视野，放心走得更远。昌富力与联钢合作，摒弃了传统贸易商惯有的博弈理念，从新的角度切入供应链各个环节进行优化创新，创造增值。未来我们将坚持增值服务理念，通过 LIFT 供应链运营服务与联钢以及更多的钢铁企业一起合作共赢，创造更深远的行业价值，